家对 Google 的印象最早就是从搜寻服务开始的，因为这是他的专长嘛。他以这个专长的搭配的，你看刚刚那些东西。好，那很可惜的，雅虎已经退出搜寻市场。哎，我们上次有介绍过，对不对？他已经，你现在用雅虎搜寻，事实上提供这个服务的是 Bing 这家公司 ，Bing 事实上就是微软的。好，所以实际上雅虎已经等于说不做搜寻型这个核心任务了。那我们来看 Google 的搜寻，一般大家都蛮会搜寻，有什么困难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到底您找资料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找？好，比如说我们来看看，好，进来。平常我们当中都直接这样打关键字就进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我想要找这个贴紧服务 ，OK， 好，进来了。那进来之后，您大部分都是从这边就这样直接找。请问有没有试过左手边的这些功能？很多人没有试过左手边的功能，想说这样搜寻好像都是符合需求，哎，但是事实上不见得哦。您可以看一下，因为左手边呢，不对的，顺便说一下，他现在的搜寻呢，您也不用去雅虎搜寻，因为右手边就可以看到并找出来的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雅虎会找出来的结果，所以现在去一家搜寻型就可以看到两家出来的结果啊。那您看我们的左手边预设当然是全部的部分，那其实我们在找有可能你找图片啊、地图、影片、新闻啊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以外呢，是在您要试看看从左手边这边还有什么，比如说你看你的位置不一样，找到结果又不太一样哦，哎，也会不太一样。那再来你要找的，如果你只是找中文的，就不用怎么样找到国外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把搜寻的范围再缩小。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时间，比如说再来是什么，有什么节日，四月五月端午节，每年都有端午节啊，所以都会有端午节的新闻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可以锁定什么时间，好，你可以适当的锁定时间，那这样子出来的就不一样，有没有？你也可以制定范围，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找某个区间的，那这样就会更容易找到您要的齁。所以这是一个蛮多的蛮好的一个方式。那么您看的这边它甚至如果你有登录，像我现在右手边我已经是有登录了，它说的好听当然就是说它帮您记录您搜寻的曾经搜寻过的资料啊，不好听就是随时有人跟踪你，对不对？你的资料，事实上，如果你有登录的话，他随时都知道你在干嘛。当然，如果你相信他，那他确实可以帮你带来比较好的、所谓的更贴近你需求的服务啊。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刚刚在这里有一个叫做已浏览未浏览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因为如果你曾经看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印象是要做什么，这个网站我去过啊。可是我就忘记了，因为不小心把它关掉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的首页网址找不到，因为忘记刚刚那关键字是什么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，哎，再重新找回来。好，因为有时候我确实有可能，好，那所以那另外呢，如果搜寻的结果大部分它都会把它怎么样，把字拆开来，尤其在比较后面的排名比较后面的，如果你真的要一字不差的试试这个。它就只有一字不差的会给你，这样您大概了解意思齁。所以其实左手边这个工具您真的可以找看看。另外呢，您除了找文字型的资料以外，也没有机会找图片呢。啊，贴紧服务怎么第一个会是它？好，您有没有机会找过图片？有没有在网络上找图片的经验呢？平常大家是不是都是用这样然后就直接找，这是一种方法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您可能没有试过，比如说您想要找看看这张照片有没有网络上有相同的照片，这个时候您可以怎么样呢？按着它，你可以丢来这样找。也用过这种服务吗？没有齁，你看我把它丢进去，你就知道这张照片相关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不一样？哎，我发现我没有广播，我广播一下好吧？好，来，
对，你看哦，就像我们刚刚是这样子把这张照片，没有等到它浮起来哦，这个不要太急哦，这样就拉没有用哦，要等它浮起来哦，有没有按着它丢过来。因为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这种需求，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有一张照片，可是你不知道这张照片跟它相关的网页资料在哪里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哦，你就这样一丢它就找跟这个相关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都是他们这一群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又用这张图又找出很多东西来了？那以图找图的服务目前来讲应该是 Google 算比较成熟一点点，好，比较成熟。那事实上呢，除了找这个以外，假设你是找图片的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找哦。你看哦，在左手边这里有没有以图搜索，有没有外观比较接近的，哎，甚至你在找图的时候，以我们设计系来讲的话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希望找到比较大张的图，那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比较好用啊。可是我如果平常在一找，就是大小张都有，所以你也可以怎么样，从这边你看外观相似的，我们现在找的是外观相似的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哎，跟它比较接近的，可能都是同一个地方拍的，你了解意思了？好，那另外呢，你可以直接指定什么？这个大小，你要比较大型的，那它就是有比较大的。你看那个尺寸，有没有发现只有这比较大的才会出来，还小的就不会出现。好，那中的甚至你可以指定大小，你自己告诉他你要多宽多高，他就帮你找那个比较大尺寸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这样很好的。那另外呢，像我们在这个类型的部分呢，脸部特写我就不敢讲了，但是大多数啦，大多数他会帮你抓到的都是比较有脸的，哎，有头有脸的那个才会出来，没有头没脸的那个风景的就比较少，当然但是不会是一定的，哦，所以这个是给您看一下，它也可以像这样，或者说你要找的是插图的，哎，我就希望好像这个它就没有，好像这样就没有，那插图的就是比较像手绘的那一种，好，哦，描图的，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做，那么你也可以专门找，哎，我要比较偏向哪一个颜色的。好，那这样事实上在我们设计的方面的话，这个是很好用的齁，哦。那所以你看像这样找就是一个方法。那么如果你要找图片，除了这种方式以外还有没有别的？也有呢，我们刚刚讲的是这样浮起来之后丢不进来，对不对？那万一这上面都没有你的怎么办？你可以自己上传，你看右手边这里有没有发现，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曾经在哪里看过哪一张，或者你直接自己上传，也就是我有时候，其实有时候这样也有好处，像那个，像我之前有做过一个网站，在彰化他们家，就是一个薛老师，他们是那个园艺的，他有出很多那个园艺的书，那可是园艺的书，很多人他可能看了这张照片之后就把它怎样，也用在月历上啊，用在哪边啊，但是没有经过授权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很好找盗版的方法，因为你常常只要你是对外公开的，你的资料就那个资料就很有机会会流传在网络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就有机会被找到。好，所以如果说，哎，我就想要我用我自己的，那我就传上去，我看看有没有人盗用。那这样一找，哇，赚不少，就有机会就看到了，因为它中间就会有一些这样子。那当然被找到的，你在台湾的就自知理亏嘛，就知道他要付要赔钱才行的，哦，因为这是跟知识产权，所以事实上除了这样泼进去的，你也可以试看看用这样的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大家可能平常比较少用到的服务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 Google 呢事实上也有，好，那这方面的话它是还算蛮成熟的。